同志，你干啥呢？啊，这地骚咋是湿的了？啊，前几天粮库漏水，下雨，漏水了。对呀。你们贴个保管的玉米都在那里头了，你啊？什么？你的玉米？这哪有你的玉米？快快快，躲开！你先问导游。哎，快！他警告你，别过来！哎，过来几个人！ 发霉了，全发霉了！抓住他！发霉了！你们咋保管他的玉米的？咋保管他的玉米的？别捣乱啊！把他给我赔给我！我的玉米全发霉了！啊！我的玉米啊！住手！你们赔我的玉米啊！住手！你们赔我的钱！住手！住手！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 我们老百姓把粮食交给你们保管，你们就是这么保管的，就这么给人糟蹋了。